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let me know. Girl, I'm gonna show you how to do it and we start real slow. You just put your lips together and you come real close.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here we go. Hello, 同志们，我需要准备收拾一下衣服，因为我待会要准备去机场。因为我要回厦门了，前两天突然间告诉我又有点事情要回去办，说我要回去，这次就在厦门待两天那样子。我要赶紧收拾一下，因为我姐待会下完班回来我们就要去机场，好累哟。我每次都要坐在这边等我姐等很久。带一瓶这个哦，这个超好吃的，这家看到了吗？快点快点，来不及啊。你着什么急啊？耶，我们待会就要回厦门的。我们是四点多的飞机，到厦门应该就5:30，要6点吧。我到厦门了，我现在在我家附近的商场在附近这边坐着，买了一杯奶茶，还有一些关东煮。我每次回来我都很喜欢坐在这里，可能太闲了吧。我买了一碗关东煮，烫烫的关东煮。然后我姐一下飞机她就去烫头发，因为澳门剪头发很贵。我经常无聊的时候我就坐在这边，然后可能一坐就一整天，然后什么也不做，就听歌，然后就是放松。我觉得坐在这边很舒服。刚睡醒，现在是我今天睡醒睡到2点，所以没睡好。然后现在是下午2点多，好热啊！我的妈，今天超热的，今天厦门好热。然后我睡醒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来中华城买了一杯卷豆腐。我知道我不能这样吃，但是我不行，太热了。嗨，我的卷豆腐。我真的没睡好，我今天眼袋黑眼圈超重，我的妈！我今天我本来回来的时候，我本来不想吃很多东西的，毕竟要控制自己嘛。我一边说我要控制自己，然后一边我在备忘录里列下了我要吃的东西，列了有6家店嘛，6项。结果我今天应该只能吃2项，就是我想吃的这家店的那个沙茶盖饭跟那个待会要吃的一家炸鸡。那个炸鸡我上次回来我就想吃，但是我一直忘记去吃。我这次回来呢就没有我上次回来那么开心，
原因是因为就待了两天，然后还有个原因是因为机票很贵。因为要回来办事情，我明天好忙，我明天一整天都有事，所以我就不是很开心。哎呦我的妈！So tell me what you waiting for. I'm gonna keep it frozen here forever. There's no regretting anymore. It's worth the wait, even so far away. I'm making the night mine until the day I die. No light to break when you're hanging by fate. You know what it feels like when you're dancing blind. Just the beat inside. 好伤心哦，那家店难吃。这些说好吃的人味觉有问题吧，因为我想来吃这家店，除了那个沙茶盖饭以外，我还想吃那个他们家的炸猪肉，一般。而且我刚刚很用力咬，结果嘴巴现在肿起来，很痛，正流血。不过没关系，我待会去吃炸鸡，不过刚吃了好多肉，有点想吐。最近吃太油腻的有点不舒服。哒哒哒哒哒哒。对焦，这杯这个 Seven Bus 的那个就那个豆乳芋圆很好喝哎，我之前。朋友圈超多人推荐这家，然后都说很难喝，然后我朋友也有说很难喝，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也说很好喝，然后网友跟我讲说很好喝，然后我觉得很奇怪。嗨，我们到了海底捞，好痛哦，看到西瓜伤，怎么没了？又没了。因为你又吸下去了，我跟你说，等一下再讲话，你傻呀？那你再给我弄一下。好红啊！你下次小心一点，真的。我刚刚很用力的一咬，哇，痛死我！他很认真的咬下去。说什么？这家最近厦门开这家胖老爹炸鸡，哇，爆好吃，爆好吃！我怎么大家刷到的？我觉得就是很普通那种，那种外卖上学校门口那种，就是学校啊，三块十块钱三个那种，没有，以前五块钱大又脆，脆又大，大又脆，大又脆。那些说好吃的人味觉在哪里啊？还不如同安香骨鸡腿。嗯，对啊，这一个鸡腿15块钱，什么？鸡翅鸡腿都15块，我操，真好吃。那个很土的呀，很一般啊。然后那上面我那边的店，对啊，说超好吃的，说超好吃的，你们有没有良心啊？我们的战斗力好像没有以前那么。以前我们炒饭比较还多吧。以前你还会加炒饭。你还有炒饭对，而且你还有汤浇的饭吃。我就可能还要吃两碗，吃太饱吃不下了。我吃太饱怎么办？嗯？给个 idea。不知道给什么 idea。你先投好它哦。吃太饱了吗？怎么吃那么饱？ Go go go！ 不知道。好骰子啊！하루가다르게단두기를반복해별것도아닌이유로예전과는다르네마음아프지않아눈물흘리는모습에도끝난걸까사랑을노력한다는셔식어버린눈동자표현못할서운함끝이보이는미래여도미련이남아다끝내고싶다가도따뜻했던그눈빛을난기억해투명완벽하나하루하루가어색해지기만너와내사이거리감의사인
너와내사이에미세한선하나넘치못해 Hello， 我现在我的妈，我现在跟我朋友，我现在要准备回去了。我现在满脸油光，我朋友刚把我送回家。现在是凌晨，快凌晨12:30吧。对，我们聊太久，我们聊天聊很久，我以为才10点。然后我朋友明天还要上班，然后我明天早上7点要起床，因为我要去办事情。然后现在就凌晨半了。我的妈，我要累死！我现在整个是不是很臭？因为我喝完酒脸很肿，还满脸油光。我的妈！明天再见，好不好？明天见。现在超困的，困死我了！啊，我昨天4点才睡，睡不着，气死我了。然后我7点又起来了，因为我今天有事，我今天起来到了办事，然后办到现在，现在3点多。你们知道我有多累吗？我整个人都要晕过去了，好困啊！然后现在来我朋友家，我要跟他吃饭，他已经叫好了。外卖在家等我了，啊，我好困啊！我现在两眼通红，我的妈，黑眼圈好重，看到了吗？我来到我朋友家，他居然给我准备了个蛋糕，啊，这蛋糕超好看的，我的妈！他要给我补过生日，哦，开心，耶！哦，你给我买的那个相机吗？嗯。哎，它是可以带的耶！果然，不，你傻洗一下，起码得。真的吗？嗯，我去给你搞，我去给你搞。我喜欢这种事情。我朋友超爱我的，他居然给我买了一个蛋糕。我们晚点还要去吃猪蹄，开心！耶耶耶耶！对焦，嗨，我们现在要准备出门去吃饭了，有点冷，我们要准备去吃猪，哎，这衣服，准备去吃猪蹄。如果要问这件衣服链接的话，我今天中午在 H&M 买的，耶，yeah ，好冷。上火的感觉，然后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个袋子一直跑出来？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去，这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去那个海边吹吹风，好热啊！因为我刚刚吃的满头大汗。嗯，怎么办？我明天就要回澳门了。我这次的厦门 vlog 拍什么鬼啊？没拍什么，感觉有没有5分钟啊？我们来到演武大桥。嗨，可惜厦门的海有点脏。嗨，中午好。
我现在已经在机场准备值机要回澳门了。这个对焦，对焦，放牛班这个什么黑鲜波鲜奶绿，我觉得还蛮好喝的。仙草跟珍珠都是黑糖味的，但是奶不是哦。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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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嗨，我已经到家了，然后发现家附近开了一家新开了一家那个丸座茶室，然后我就立刻点了两杯。这家我没有喝过，但是我之前有听过，所以不知道好不好喝。然后我姐已经先把行李带回家，我已经买完了。然后我路过这边又开了一家春阳茶室。然后前面有家扣诶，开心，终于有很多奶茶给我喝了。前一两个月真的澳门奶茶都好难喝哦。